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原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台湾民众党，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，在台北市在立法院做非常多的努力。台湾民众党在立法院五位立委的表现都非常优秀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台湾民众党的参选人，让我们有机会把台北市、把立法院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。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监督市政府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
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复兴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，谢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一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。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，谢谢，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。谢谢。我认真跟你说，太大声了。嗯，好。你最近每天都在听，你们就在这边的 point 那个。可是我们是对着路口进的。你以为对着路口后面都不会听到吗？吵死了！你们要扰民就不要换选。很吵。好，你调整音量。不用，就是调整一下。
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然后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到市议会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，谢谢。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然后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到市议会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
让嘉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忠。嘉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嘉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嘉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忠。嘉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嘉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让嘉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，感谢，谢谢。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忠。嘉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然后嘉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忠。嘉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实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让嘉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
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张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忠。张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张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张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张明忠，让张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张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张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张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忠。张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张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张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张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张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张明忠，谢谢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忠。张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张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张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张明忠，让张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张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张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张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忠。张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张明忠，让张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张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张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张明忠。张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张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张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
嘉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让嘉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忠。嘉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让嘉明忠进入市议会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更安全的步行环境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忠。嘉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嘉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，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忠。嘉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十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让嘉明忠进入市议会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忠。嘉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嘉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忠，让嘉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
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中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中。嘉明中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中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嘉明中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嘉明中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中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中。嘉明中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嘉明中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中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中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中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中，让嘉明中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中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中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中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中。嘉明中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中，让嘉明中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、公托。让台南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中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中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中。嘉明中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嘉明中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中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中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中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中，让嘉明中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中。嘉明中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中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嘉明中，让嘉明中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。
让我们的长辈，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是不是要去那边吗？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。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
让台南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谢谢谢谢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宁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宁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宁州。江宁州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宁州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宁州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宁州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宁州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宁州，让江宁州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宁州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宁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宁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宁州。江宁州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宁州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宁州，让江宁州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宁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宁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宁州。江宁州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宁州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宁州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宁州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宁州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宁州，让江宁州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宁州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宁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宁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宁州。江宁州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宁州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宁州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宁州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宁州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宁州，让江宁州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宁州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江宁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。
人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东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市场，走到街上。台南有执行超过十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的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，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，江明忠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，
这样七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让嘉明州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公托，让台南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州。嘉明州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嘉明州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州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州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州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让嘉明州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州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州。嘉明州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州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让嘉明州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州。嘉明州来自资讯科技领域。嘉明州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州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州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州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让嘉明州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，谢谢嘉明州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州。嘉明州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州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观光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历史街区，更多观光客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变得更好。更多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入历史街区，台南的交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。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，在这么多年以来都
是全国最高。嘉明州希望步行城市可以改善台南交通事故问题。嘉明州希望步行城市可以带动台南经济发展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州。嘉明州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嘉明州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州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州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州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让嘉明州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州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州。嘉明州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在过去的4年以来，也就是黄伟哲市长执政的4年以来，台南0到45岁的人口减少了超过7万人。这样7万人的减少，代表着台南的育儿环境越来越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让嘉明州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育儿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公幼、公托，让台南的育儿环境跟得上其他县市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州。嘉明州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嘉明州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州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嘉明州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嘉明州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让嘉明州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嘉明州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嘉明州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嘉明州。嘉明州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嘉明州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学校。台南有执行多年的通学步道政策，我们的通学步道只能够让孩子绕着学校走一圈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让嘉明州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可以从学校走回家里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、更安全的步行环境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、嘉明州，
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东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东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大步迈进的机会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中西区江明忠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这次参选议员有一个重要的政见，叫做步行城市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，希望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到街上，走入市场。台南有执行超过10年的友善骑楼政策，我们的骑楼环境还是非常的不友善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监督市政府，改善台南的步行环境。让我们的长辈，不管是拄着拐杖，不管是推着轮椅，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来自资讯科技领域，江明忠是口罩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是本土病例地图的开发者，江明忠也是登革热地图的开发者。江明忠比任何人更熟悉资讯科技应用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，让江明忠进入市议会，做好科技监督，带动台南城市发展。台南是个有超过4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，但是台南各项发展慢慢跟不上其他五都，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江明忠的步行城市科技监督，让台南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，让台南可以有。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。江明忠今天的接讲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如果今天有打扰到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支持北区、中西区江明忠。希望大家年底选举议员投给二号江明忠。谢谢大家。OK 吗？差不多。他们的那个健康，他们的健康率啊，如果可以高一点，那 OK 了。